14日，冉莹莹在微博晒出一组美照，并称我居然失眠了，我是爬起来看书呢，还是闭眼数羊呢？照片中冉莹莹薄纱遮面，手拿玫瑰有点仙。之前冉莹莹分享一组赶飞机的照片，并配文刚落地又要接着飞，南半球但愿不下雨。女强人冉莹莹真是忙到脚软的程度了，这次冉莹莹罕见没有浓妆艳抹，看起来略显疲惫。冉莹莹身穿黑色卫衣，披肩发略显凌乱，戴的耳饰一如既往的夸张，太阳镜遮面也难掩倦容。在宗世明眼伤入院之前，冉莹莹曾一度发福，可是这张照片中的冉莹莹小脸变成一丢丢，下巴超尖，脸型变成了三角形，五官比例也有些失调。再看下面这张照片，冉莹莹嘟嘴卖萌。34岁已经是两个孩子妈妈的冉莹莹保养得非常不错，皮肤白皙，看不到一丝皱纹，只是这张照片中冉莹莹的下巴竟然奇怪地鼓了起来。